超过20张，可以吗？最多不要来超过20张，因为最近在缴税期间，上次有个朋友一次拿了36张，马上就要缴1000多块的税，很非常不值得，好不好？可以哈。那我现在请一位爸爸或妈妈，身上有带着1000块的，可以借给我，有没有？哎，出门都没有，这不用买票啊。不用的，哎呀，真好，你看中立，中中立真好。有没有妈妈刚好有带一张1000块可以借给我？有没有？哪位啊？这位来，这位爸爸长得很像王建民啊，来给他，赵建民啊，赵建民 ，OK， 来，请他掌声鼓励鼓励。哎呀，爸爸长得非常的帅啊 ，OK， 好，来，爸爸，哎，我们让杀出一条血路，让爸爸过来一下。哎呀，来，哎呀，爸爸长得非常的帅气啊。来，我们小朋友来让出一条血路出来 ，OK。好，待会呢，你们捡钱的时候呢，你们知道怎么捡吗？教大家一个小撇步哈。捡钱的时候，对，你要这样抓到立刻放口袋，不对，上次有个朋友一次抓6张，抓到的时候被旁边人抢走，哎呦，非常不值得。好，这位爸爸，来，我们先做个简单的访问好了哈，配合我们艺术节，我们用英文来访问一下，好了 ，Hello，How are you？好，不错哦。What's your name？ 想一下，好 ，What's your name？ 廖文明。廖文明 ，OK。好，廖文明先生，这里有张1000块，这是真钞还是假钞？真钞 ，OK。长那么大的真钞算是不容易了哈。廖文明先生呢，帮我拿一下麦克风。当我讲话的时候，麦克风拿给我；我没有讲话的时候，麦克风拿开，这样可以吗 ？OK。好，那。OK， 好，这里有一张1000块，我们在所有观众面前呢，直接把这1000块再把它折一折，不要折太大力哦，千万不要折太大力，折完之后再把它打开来，1000块就会呈现一个非常恐怖的东西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什么？有没有看到4个小朋友？有没有看到？有，对不对 ？OK， 有4个小朋友就是真钞，印3个就是假钞，背后2只孔雀，印2只孔雀是真钞，印3只孔雀就是假钞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从美国特别买了一只，通过 ISO。10、12、35、6、7、8、9、10的 ，OK， 这里有4个小朋友，分别是小王、小明、小张跟小呆，请问你最喜欢哪一个？小明，嘘，我们对准小明的头，千万不要太大力，轻轻的，好不好？千万不要太大力，只要轻轻的把它吃进去就好了 ，OK， 好。其实这是个魔术的幻觉，从这边看起来很像吃进去，对不对？左右两边看起来是没有吃进去的，这边看起来很像吃进去，对不对？侧边看起来没有，这边看起来很像，侧边看起来到底有没有吃进去呢？还有一个方法，只要把它抽起来。帮我检查一下有没有破掉。OK。通常我表演到这里，观众朋友都会给我一点。我是说小费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答应现场观众朋友，一张变几张？想不想变多一点？想。要变几张？10000张啊！来，你来变啊。OK。我们先变10张就可以，好不好？先变10张，大家小过10张变得好的话，我们再变100张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会不会很紧张？很紧张哦 ，OK， 好，帮我拿张麦克风。待会呢，麻烦大家双手举高，用力的拍手。有拍手祝大家长命百岁，没有拍手祝大家万寿无疆。手举得越高，代表小朋友的智商就越高。五炮炮铃铛后给人，五炮炮铃铛咯，注意听着。OK， 来。好，可以放下彩排而已，不要那么紧张，好吧 ？OK。当我数到1、2、3的时候，音乐大哥帮我下音乐 ，OK， 下第3首音乐。然后你要说，请掌声鼓励鼓励，懂吗 ？OK， 好。然后观众们就用力跟神经病一样的拍手哦 ，OK， 好。一张变10张 ，OK， 好不好？音乐大哥准备了哈，1、2、3 ，Come some music。掌声鼓励鼓励。越停。刚说一张变几张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？怎么10张都变成1张呢？我们检查一下，看变魔术过程的观众，你有没有说请掌声鼓励鼓励？你怎么说？没错，对不对？观众们有没有掌声？有没有很大声？你们刚开始怎么拍的？后来怎么拍的？
位都不能慢下来，只要慢下来就会产生反效果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你没有看过哈利波特第八集吗？没有啦，还没有出来。 OK， 不过没有关系，既然变出来了，真的不是我的问题啊，是观众朋友的问题，所以呢请你多多包涵好不好。那感谢你今天为我们观众朋友待会捐助900块的摸彩奖品好不好。那今天表演就到此告一个段落了啊，谢谢你啊。好，谢谢，代表向王建民问好。 OK， 好，今天班长好了，班长好了，班长好了，观众朋友可能有点不满意哈。 OK， 哎，这样好了，既然我们还会说变第二次，我们再隔多没一次机会，麻烦大家双手一定要举高好不好。根据医学报道，连续10秒钟能够拍手30下的朋友，表示你身体非常的健康，学业非常的进步。 OK， 等一下，等一下 OK， 再给你一次机会，音乐大哥。 OK， 灯光不用变， Come some music， 掌声鼓励鼓励，哎，手举高用力拍手哦，待会就有20张哦，不要拿别人的15了哦，来，手举高，用力拍手，这样尖叫！来，掌声不要停，尖叫不要停，用力！砰！没有，停。对，10张100刚好是1000，变出来觉得很神奇，不满意的请举手。正常的观众朋友都不会有人满意了。OK， 身为一个知名的魔术师，观众朋友的想法我都知道。OK， 所以我特别准备了这个东西。这个在魔术圈当中非常的有名，它叫做神奇的皮夹。过来，请问你们听过这个魔术？请说有。有。相不相信神奇的皮夹这个魔术？请说相信。相信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，这里有个皮夹，我们打开给大家看一下，确认一下这个皮夹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机关。OK， 我们请这位先生来帮我们检查一下。OK， 确认一下。OK， 好，里面没有任何的钱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，我把钱放进来。OK， 啊，坐下。OK， 我们请现在再帮我们检查一下，里面有没有任何的机关。OK， 好，确认一下没有任何的机关，把它合起来。OK， 现在请到这边来一下，请问你相不相信催眠？请说相信。相信。愿不愿意被催眠？请说愿意。愿意。OK， 好，面对我，面对我。有奖品。小朋友不要轻易的学习，因为叔叔有练过。数到三，手固定。OK， 你看看啊，还不会掉，你看看，没有钢丝掉。数到三，观众朋友就会醒来，完全忘记任何事情。1、2、3，醒来。请问你知道刚才发生什么事？不知道，不知道的。好，谢谢你哈。今天表演就到此告一个段落了啊！感谢我们先生为我们捐出1000块的奖学金了啊！来来来，等一下，其实呢，先生的钱已经被我变出来了。OK， 好。OK。今天你的钱已经变出来了，请你拿着麦克风大声说：“我要变钱！”你喊3次。我要变钱！我要变钱！我要变钱！哎呦！变出现金10000元。OK。OK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要送给现金10000元送给这位先生之外呢，要赠送一个价值8000块的礼物送给他，好，就是8000块的保健一支了。 OK， 好，然后给这位先生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他热情的参与，到后台换1000块。 OK， 谢谢。刚才呢，看我魔术的朋友就知道呢，神奇杰克每次到处全程去表演，最喜欢什么你们知道吗？最喜欢送奖品跟礼物给大家。接下来呢，停在右手边那边了啊，第八台有一台价值186.9万的豪华休旅车，要给大家今天晚上当做第一大奖送给观众朋友，免费不用缴税，不是诈骗集团。喜欢的请掌声鼓励鼓励，让我知道一下。谢谢，谢谢你的掌声不断，我们的节目都不断啊，没错。OK， 好，我要邀请呢现场的两位爸爸上台，年满18岁有驾照的朋友来，两位有没有？中立朋友比较壮，年满70公斤以上的壮丁有没有？来，这位今天，这位今天长得很胖，这位长得很棒，这位你呀、啊，对，就你呀、啊，不知道自己中奖啊！哎呀，来，欢迎你，长得像王建民啊。OK， 左边有没有朋友比较壮的？来一位啊，这位刚来，这位也不知道来干嘛的，你快刮起来，今天是魔术，不是刮起。来，你呀、啊，直接上来，来啦！刮起之夜是昨天的，今天是魔术之夜。怎么样得到豪华休旅车呢？其实非常的简单，这里有条绳子，我们请这两位嘉宾帮我们拉一拉，来帮我拉一拉。
数到三能够把绳子拉得断了，我们就送豪华休旅车一台哈、哦。每个礼拜送两台，我上个礼拜在台积电才送出一台的哈、哦。数到三把它拉断哈、哦，一二三拉。双手认真一点好不好？总共只有三次的机会啊、哦！一二三拉，大力一点，一二三拉 ，OK， 拉得断我随便你 ，OK， 好。接下来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，我要邀请这两位先生把我绑起来，而且是彻彻底底的绑起来 ，OK。小朋友，我们顺便做个机会教育，小朋友在家里如果看到爸爸在绑妈妈，要打几号电话？看到隔壁的王叔叔跑到你家来绑你妈妈，要打几号电话？错，要打爸爸的电话，好不好？叫爸爸先回家，不要再去酒店了，好不好？酒店小店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好来，嘿，来来来来，帮我拿一下麦克风。好，接下来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。我邀请这两位先生呢，帮我把绳子拉紧，蹲下来把它拉紧，好不好？好，确定一下绳子绑得非常紧。一二三，拉紧，再紧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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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不好？绷出血来 ，OK 好，看到这边四处红了就可以了啊。一二三，拉紧 ，OK 好，可以了吗？好，接下来请我助理呢。麦克风交给我一下，接下来我在观众朋友直接把两只手放下来，请在上面帮我打一个死结，死结会打，死结打把观众朋友慢慢来，先打一个单结，快点，先打一个单结，哎哎哎，阿贝，他出去给吹啊，拉紧，拉紧，再紧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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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够紧，不够紧。OK， 我专业，我知名魔术师。OK， 好。OK， 拉紧一点，再紧一点。OK，OK， 好，把第一个结按住，再打一个结。很少观众朋友呢看过这么残忍、没有人性的表演。你小时候有被魔术师打过吗？没有的。OK， 好，拉紧，够紧了吗？标准的两个结啊，死结，这样逃脱几乎是不太可能了。OK， 好，绳子可以放下来了。OK， 好，现在请我助理帮我把布整个盖起来一下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助理没加好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我马上废话不多说，马上为大家表演。麦克风帮我拿一下，麦克风。你呀、啊。头发又乱掉了，头发都乱掉。好 ，OK， 好的，好，我们请左边这位先生麻烦一下，帮我把布打开一下，快点，帮我把布打开一下，确认一下绳子绑得非常的紧，谢谢大家。厉害哦，掌声！麦克风，你拍什么手啊？观众们可能没有看清楚，认为这绳子绑得还是不够紧的，我们请左边这位先生再帮我把布盖起来一下，盖高一点，来盖高，对，再盖高一点，盖高，对，盖盖好，盖好，双手放在，你。盖好就好了，你手就拿开，麦克风换你拿。好，我们请右边这位先生来，有没有看到这里有块布？麻烦一下，帮我把布打开一下，快点，帮我把布打开一下，快一点，确认一下绳子绑得非常的紧，是绝对不可能逃脱的，谢谢大家。OK， 接下来我们挑战一下世界纪录。世界纪录在1982年的时候呢，是由美国的胡迪尼先生创下，他用了5秒钟把观众朋友任意绑的结全部逃脱。今天在我们中立艺术节，想要挑战几秒钟？一秒钟，谁说的？来，你来好不好 ？OK， 3秒钟可以讲真，让我知道一下，谢谢。OK， 好，我们请右边这位先生，当我数到三的时候，帮我把布盖起来，可以吗？好，听好，一二四，三才盖。数到三的时候，帮我把布盖起来，一二，盖完数到三就是要盖啦，数到三 ，OK， 数到三就要盖起来，不再多说，一二，三天前那个时候是歌仔戏之夜吧。所以就盖起来哦，一二三。干什么？盖高，盖起来，快快点，双手盖好，不是不是，双手，双手，不是双。OK， 虽然没办法送那么豪华修理车，仅代表我们中立市市长送给两位嘉宾豪华器，求一个 ，OK 吗？哎，也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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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价值8000块 ，OK 好，好，谢谢。OK， 观众朋友非常的热情哦 ，OK。好，来来来来，接下来我要邀请4位观众朋友，有没有爸啊？这位爸爸的，来来来来，当爸爸了吗？结婚了吗？还没好，未婚爸爸也算。OK， 好，第二位邀请爸爸，有上台的爸爸可以图得一个价值5000块的奖品。要是我就立刻上台哦。来，只有穿绿色衣服这位，长得很凶这位，阿贝亮，今天肯定来。OK， 好，第3位有没有爸爸？推荐一下爸爸。啊，第3位了啊、哦，第4位只最后个机会了，不然等到后年哦，2年才来一次哦。OK， 好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一位阿贝，自我介绍一下。
郑明杰。OK 好。好，上面那位穿绿色衣服，那志明魔术师，你给他打。OK OK， 第四位邀请，来，啊，后面黑衣服这位了哈，黑衣人这位，来，欢迎你，好，来。OK。来，绿色衣服那一位在哪里？好 ，OK， 照我跟他播一个，你呀、啊，绕过来，啊？OK， 你是音响大哥哦，他个派你 OK， 我找他干嘛 ？OK， 好，第四位邀请那位戴眼镜那位啦，非常帅那位，你叫王建民那位，你呀，我知名魔术师叫你来过来你就过来，来，没有我找不上台的人 OK， 好啊，一位哦，真的你长得很帅哦，长得很像我们棒球先生李居敏，有没有听过？随便说说而已 OK， 好 ，OK， 好，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麻烦大家伸出你热情的双手。准备给这四位嘉宾，还没，待会这段表演呢叫做中立我爱你，人体飘，我要请观众朋友呢，待会麻烦呢双手一定要举高，热情的鼓掌，还没有鼓掌之前呢，我要问一下我们现场观众朋友，小朋友大朋友有没有学过 English？ 有。英文好吗？测验一下，马上就知道，会的大声说出来哦。Ladies and gentlemen。这句话就是代表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的意思哈。啊，这句比较简单，不算了哈。OK， 好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Are you ready？ Radio 是收音机的意思哈。OK， 好。好，马上为大家带来非常恐怖的人中立我爱你，人体飘 ，Comes out of music。Music 是音乐的意思哦 ，Number Five。OK， 好。下一首。那灯光有多恐怖，来多恐怖。主办单位、协办单位送给四位嘉宾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为了推广小朋友的英文，还有全民英检，我们大家用英文倒数十秒钟 ，ten、nine、eight、
你双手举高，握住鼻子，握住鼻子，握住鼻子，握鼻子干嘛？握住鼻子，低哦，握住鼻子啦，握住鼻子，握住鼻子啊！咱查甫人有几摆比较紧，身体健康上重要啊，好不好？吼，四十岁吼，数到三起来，几个来我随便你哦，一、二，观众们没有掌声他们是起不来的啊、哦。啊，一、二、三，起！起得来我随便你哦。OK， 掌声鼓励鼓励！啊，来来来来，一来一人拿一根，来来，回去再看哦。打开里面有红包，好不好？找得到红包我随便你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魔术师神奇杰克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